搓雪大战拉开帷幕，感受如何，他大姑父？累，这才下一天，还飘的呢。这要是再下上一天，可要命了。这都堆满了院里头。那可不该咋的还咋的。这要是再搓，他妈累死了都。屁颠儿的呗，我可不愿意闲的搓这玩意儿。那你快上那个网上发布发布，哪个朋友没有的，快点来，都给他攒的。美的，你看，哎呀，给他带跑了，给带他家去了。准备下去了，还得你说说看看像不像大户人家啊？这糊这个红小豆，糊了，寻思一次多糊点，下次就省事儿。这人家一冬天这些都够了，铺了两盆的，多少人呢？这一冬天都够了，都是两口家吃，给洗了一盆的了，两口家吃饭，咱五六口人，一人好几个家庭。行，我都洗过一遍的了。面瓜，明天接着呼。哎呦我天，今天刚呼完一锅，这家伙又是人又是狗的，这狗都不过来了都。我家还有那些冬瓜、面瓜都籽都没抠呢。你呼呀，自己慢慢挑呼呗，非得让剩一半去。没
没有水，谁老这来回跑给你整水呀、啊？哎呀，俺那这样你说俺吃那点水俺还整不了，整一桶水，人家一个小树枝的都能半卡倒呢，你半卡倒了谁知道？哎呀，就是他们吧。